好，今天我们要来示范怎么样子在 Mac 里面安装 Node.js 啊。那首先我们要找到 Node.js 的官方网站，然后呢按下这个 download，那它会下载，那它会根据你的作业系统版本来决定要 download 哪一个。那我们在 Node 里面，就在这个 Finder 里面显示，Finder 就是 Mac 的档案总管。那我们选择刚刚下载的版本，我下载了好几次，那基本上目前是4.0.0版。OK，那我们就选择这一个来安装。好，那按继续再继续要按同意，然后再选择安装。好，这时候要输入密码那。输入密码的时候记得你大小写键，如果弄错了可能会进不去啊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安装完毕了。这时候我们的用这一个它的命令列 share 来看一下 Node。OK，这样子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可以试一下。OK，那看起来都很正常这样你的 Node.js 环境就已经安装完毕了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示范怎么样子在 Mac 里面安装 Node.js。